来看刑事局接到证书哦，在中华园林有一对兄弟仔，今年三月开始，把三滴毒品塔西酮加在龟哥家粉内底哦，装在家己咖啡包，还有装在耳公啊，当作药丸啊在卖。警方在六月时抓到四个嫌犯，嘛查扣市价200万的毒品。刑事局员警来到敖城毒贩，为伫中华园林先做套房，趁着嫌犯当日困的时阵破门，入去到房间内底将伊逮捕。我今嘛锁定这处槟榔架，将槟榔架的玻璃弄下碎，入去到内底收证，查到未少分装好的毒品咖啡包。原来这处槟榔架是敖城嫌犯用来暗号贩售毒品的据点。弟弟吼出租那个偏僻的套房，去做那个咖啡包及毒品胶囊的制作，然后再送到哥哥的槟榔摊去散货，从事贩卖。刑事局警方三月才就散布，敖城主嫌甲小弟啊，以经营槟榔摊方式来销售毒品，两兄弟啊，佮相互分工，各个负责销售和食客。小弟啊是先做套房来作为制作的位所，佮出来两个共犯的斗分装，为着避免被查起，还佮将调配好的毒品一粒一粒填入去胶囊，企图假作是药品。有益于携带、异于常例之特性哦，一般哦装在毒品胶囊内。他们运输的过程中也可以狡辩自身食用之或者是医院 开放之药物。警方六月发动查缉，除了带回敖城兄弟等四个人，查扣1601包毒咖啡包、毒品的胶囊791粒，以及原料三个毒品卡西酮。警方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上班，中华警方讯后，也将敖城主嫌两兄弟啊，先啊核准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